大家好呀，我是妍妍。今天买了好多绿植，待会儿把这个花池里面栽满。那小兔子，昨天晚上让它一个人在这边的，我又给它买了一个小草屋，给它放在那个房子里面避风的。你看，一个人住晚上也乖乖的，待会儿再吃草。今天不叛逆了，两只耳朵都是扒下来的。看吧，这边都是买的花的杜鹃，然后这些都是今天去买的，还有那边，这里全部都是新买的花，准备给他们来一个家园大改造，但是我估计还是不太够，到时候看看哪里还有其他的什么再弄一点。羊喘，那天新拿到去种的，今天新种的盆盆都没发了，长得太老了，就把盆盆爆破了。那个长得太久了，你看长老了，土都还这么点点了。我是去拯救它的，这种就喜欢水多。这个土才想哭个。那必须得享福呀！杜鹃，长呢，也还好个。那就给它种这里吧。哎，天天它种这里在看我们。哎呀，小兔，小兔，那赶紧买了嘞。有点太深了。这种感觉，我把堆起来。哎呦，咱弄着弄着还多余了。哒哩哒，哩哒哩哒哩。就是这样，种花也是，种花园也是。今天觉得不对了，又换。你看我这边，我准备把这边全部就用多肉把这一块铺下来，但是我不准备地栽，因为我这个土有一点保水性不好，然后要不然就泡了，要不就那个了。我去把那个盆儿连盆儿一起，就像这个样，连花盆一起埋在里面，看不出来对吧？可能是要栽到地下才得行，可能是不是我这两天我没给人家浇水的过。